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。俗话说人有三急，要说人最耽搁不起的就是上厕所了，但再怎么着急一般人也不会随便找个地方解决，一方面是体面问题，另一方面光天化日的个人隐私也是个大问题呀。不过这主要还是白天的情况，毕竟你要大白天在街头放毛，街尾的路人都能看到，但要是到了晚上，一些人就没什么顾忌的了，随便找个阴暗的小角落，怎么方便怎么来。所以在一些城市角落里经常散发出一股诡异的味道。为了有效减少这种不文明的现象，荷兰一家公司就研发了一款隐形厕所。这种厕所白天的时候就老老实实待在地下，完全和路面融为一体，一到夜幕降临，它们就会自动升起，化身男士专用厕所。由于设计初衷是为了杜绝男士随地小便的不文明现象，所以这种厕所的单元里没有坐便器，只有一个立式小便柱，还配备了专门的洗手池和烘干机，杜绝不文明的同时也提醒小伙伴们上完厕所要洗手，因为平时都待在地下，人工清洁相对困难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设计师为这个隐形厕所设置了自动清洁系统，每过十分钟它就会自动清洁一次。有网友好奇，那要是清洁的时候人刚好在里面，那不就尴尬了？别担心，在自动清洁之前，厕所会自动锁门并跳出警示语，而且传感器监测到里面有人也会等人走之后再自动清洁。好了，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。